Focal 早餐，Today's special，实时,时入扣。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实时,时入扣是一个爷们。爷儿。 爷们相对就是娘们，啊不是，我是男子汉，man of the man，我是娘们呐，你是娘儿们。昨天很多人就说，哎呦，你们爷们不在乎。我有个朋友是夏真嘛，你应该啊是，他在脸书上写说，好吧，你们爷们不在乎，就让我们娘们来指正吧。我觉得讲的不错，是啊，爷们林家昌啊，大家好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们男你是年轻一代，他们是老的一代，是老的一代才会讲爷们，你们年轻一代可更好笑是，我男朋友就说啊，我们男不都讲。 讲林北啊我刚才又讲德隆高管呢，啊，要不然就是说关老爷我，要不然就是老子我，老子都不老子了，老子都不老子，哎呦，好像胡适先生的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林北是脏话吗？其实没有哎，林北连一点脏的意思都没有，就是我的，我刚才讲，我昨天就上全民开讲，他们就在讲是，我就在林北就是就是。 我的对，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比较夸张的形容我的地位。一按一拿是公记对，大家会觉得很对的名。字。可是应该又会被骂说你很粗俗之类。我觉得粗俗比高傲好。哎，说得好，在台湾本来粗俗就比高傲好，所以大伟卢曼卖的很好。 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拐个弯儿嘛，个是宽姐不要生气。对啊，我哦，对啊，你讲对了，就是说你跟庶民之间的距离，有的时候是语言。通过 the same language，就是他这个人哦，我不，是，我实在不太不太想踹这个嘉义华内阁好几脚，因为他们也蛮惨的了。加油加油！他们那个这个爷们的事情，就跟嗯吃进口沙拉油是一样的。没错啊。他们好像。 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哈。真的，我们已经在天龙国，就他们是天龙国中国。他们是天龙国里的龙，我们是天龙国里的小蛇。是是在地上。对啊，出城的。我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，所以他们需要去吃素。哦，阿弥陀，觉不觉得？其实吃素，海陀现在吃素已经不是为了阿弥陀佛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像像御膳阁里面那个嘛。 那对不对？你今天是要介绍的劳食、食对吧？食跟素食。你去过北京的静心莲吗？当然去过啦。那个叫那个叫素食吗？那个简直像那个、嗯、宫廷料，对啊对啊，极尽是可能正是因为皇帝以前他们那个，因为皇呃清朝他们是信那个喇嘛教嘛，啊、所以他们一年好像有几次需要吃素，是吗？对，所以那个点心就是像呃台北那个叫什么金造影啊。 也有素食的，他现在都是素了。对啊，现在全素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只知道说他那个时候推出一些就是皇帝吃的那些，就是为了就是那几个大祭典的时候。近些年人家习近平常去，据说，嗯，可是他们的饭好好笑哦，他们的菜都都要放一棵树出来哦，你说，举例是啊，就是现在吃素都是听摇滚乐的。 Rocker、oh, 或爵士，不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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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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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對 <laughs> <laughs> 沒<錯>，没错，好啦，新的今天。 今天这个这个这位邻家的爷们儿啊，家昌弟弟，他要介绍的就是素食，素食跟还有素食。我刚这个发音练习了好久，一上台是，你还是做的干净，比较靠后了，哎，难哈，比较靠这个素明一点呐。嗯，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我身体有爷儿今天身体为为恙哦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天气冷嘛。你这是没保保养好，轩如没。 没有把你织一个小围巾嘛？两管都塞住我鼻子，所以听起来声音可能特别性感。哦，OK，好啊。那顺便跟大家报告，是我这个星期五要到佛光山去参加这个海陆水忏法会。听说佛光山的素食很好吃啊！是啊，真的。他台北的道场那一家，每一间道场都有自己的餐厅。对对对，他每一间道场都有自己的餐厅啊。那这是我第二年去参加这个法会，那去多久？ 呃，照理讲是七天六夜，嗯、但是我没那个屁股，啊、<哈>我只去三天两夜而已。<laughs> 是什么？早上四点五。 起来的那种吗？呃，他每天的那个呃都不一样，有点像打禅那样。是是是是是，你坐得下去啊？我故意打电话给你试试看，手机不能打一通，手机手机只能有照相功能，不能接的，真的哦。是啊，哎呦，那可是就是去静静心了。恭喜恭喜！那所以说，下礼拜回来，他说明跟我说，寇姐，我要出家了。呃，也行。那就是这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其实这几年来我吃到几件不错的素食，那也正因为。 这个礼拜五要去参加法会，啊、还有上个礼拜，Coco、嗯、姐也说她去吃了，好吃。你看，连王品集团哦，那家都正式的推出了<对>米兰蔬食。对呀、啊，那一家嗯，现在已经有人在介绍了吗？是慢慢的已经开始。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舒服的水果？对啊，其实就是蔬菜水果，<的>那把它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谐、那个、起来非常的企业化。嗯、是，那因为王品集团、嗯、很王品。 对，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呃有规模跟经济效益的餐厅。当他们跨入这个产业的时候，也代表说这里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市场氛围，嗯、他们才会进来。嗯、那也代表现在其实注重养生、嗯、注重健康的素食人口越来越多了。蔬果现在是连锁了吗？连锁啦，已经有六家店了。Okay, 那是意大利菜耶。他说米兰嘛，对呀、啊，他就是那种。 风格的菜，嗯，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，其实吃素不一定就是大家传统的，就是青菜豆腐，<好>然后就是想到会尼姑和尚之类的。其实吃素也可以吃的很精彩，你小心的，不正经。这这个会有 stereotype、嗯、stereotype 啊对对对，因为以前总觉得吃素就是吃面筋，啊、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讲施主之类的，对呀、啊，现在不是，对，现在有几间很酷的店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东区有一间店叫逛街。 有啊有啊，那法国的啊，没错，它也是素食、啊。那富邦那个大楼对富邦大楼正后面，那开好久了。它,它是素食，对。然后在永康街有一间很酷的店叫回流哦，它也是卖素的。永康街吗？街上 <laughs> 正好在公园旁边。 哦，是哦，很热闹的那里。嗯、那他就是卖一些烧饼，嗯、然后夹一些素菜。嗯，那其实也是算是先驱，因为他们都开了十年以上了。<哇>刚刚讲的这两间，嗯，那其实我认为说这几年，在我个人的饮食经验，让我比较大的一个启蒙在素食的部分是宽心园，因为我们家就住那个安和路宽心园旁边。你们天龙国啊？<laughs> 不是，我经常就看到宽心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师傅。<laughs> 是，嗯，这个进进进出出，因为其实宽心园的菜单算很精彩。嗯嗯、它贵不贵？因为那个地点其實不贵、哦、个地点的租金很贵、啊。Coco 姐没吃过，明明就在人家附近。嗯、对呀，要去试试看、嗯。又没人请我吃饭，我吃饭都人家请我吃，<laughs> 去我没钱。嗯、那要师傅去找你。<laughs> <laughs> 没有啦，就是宽心园，它其实菜单很精彩，从炒饭，最近很热门的素炒饭。 到小火锅，他真的没肉啊！那一家，完他是真正的素食跟蔬、哦，我以为他是蔬菜加上肉，那他是真的没有肉。<哇>所以说，其实他的菜单很精彩，而且风景游人，价格也实惠。这个主持人是。 宗教界的吗？还是企业家？呃，是一个妈妈，因为她本身为了健康的关系，吃续跟宗教其实没有太大关系。这么厉害哦，而且她现在还开了一个副品牌，叫做 Easy House，它是美式餐厅，卖的是像三明治或者是呃汉堡，但都是全部是素食。那宽心园算很成功哦。呃，宽心园目前已经有将近二十间，好像是十八还是二十间店，是不是？那在。 台北以外也有，台北有五间，然后桃园、嗯、新竹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都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宽心园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，嗯、而且是我认为它默默的改变了我们很多习惯。哦、因为我遇到一些素食的朋友，哦、如果我们中午要吃一个简单的东西，有时候还要苦恼。现在宽心园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场地啊。价格嘞？ 真的不贵，OK，我不能讲说多便宜，但是绝对不贵，嗯，而且很方便，东西好吃，嗯，我相信就算是平常不习惯吃素的人去吃也很 OK，嗯那一 a 一号是就是像美式的，就类似美式的前庭堡啊，汉堡，都素的，但是是素的，但它店现在还不多了，只有四间了，淡水、板桥跟这个桃呃新竹跟台中，这些地方那个年轻人去的多不多？呃，其实目前因为吃素的年大学生也多了。 因为像现在很多环保的议题都绕着，如果可以从吃素开始是好事情。我们可以一个礼一个月一半吃素，一半不吃素嘛？对不对？其实一半有点太难，一半还难。我认为很难，真的啊！哦，年轻人要多一点蛋白质。也是，我认为说你一个礼拜可能吃一两天素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OK，好，这个是很今天要讲的，舒适，很时尚，吃素很美味，这个很重要。没错啊。 现在绝对不是说哦，过去因为其实很多素食餐厅为了要强调味道，呃，加了很多味精啊或者什么，嗯、对，这是确有，对，确实是存在的问题。嗯、但是慢慢的，大家都发现这个问题，所以改善了很多。<好>我们到每一间的成品。 或者是到星光三月，其实楼下都会有一个春天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有啊有啊，就是它是一个素食的这个自助餐。嗯，但它的东西也做得很好。其实它在大台北地区也有好几间分店。嗯哼，那在这个美食街也都开始推这种小型的店，叫春天素食。春天素食啊，另外等一下还要介绍的就是，嗯，哦还有好几间呢。是啊。嗯，莲香斋。莲池阁。 这些都是很棒的大型的,大型的自助餐式的哇，嗯，这些地方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是群众进群众出，哎，他不是团体哎，呃，是，好像是一个那个很很高级的宴会场所。啊、呃，他们确实常常办，就是呃，现在因为吃素的人有时候，哦，呃，只要是喜，就是就是办喜事为什么，他们要、哦 okay. 就这些都可以承揽这样的。哦 的宴席，你们饭店也有也有素食啊。<我>因为那天我们吃饭，有一个人吃素，我看他。我们董娘也是吃素啊，我们董娘是持禧人，所以说她也是命令我们的师傅必须准备不错的素食。哦、对呀、啊，每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如果人家吃素的话，我就想去偷吃人家的东西。我也是 <laughs> <laughs> 想看看到这种我好贱<賤>哦！是七点四十四分，马上回来。我们的这个熟食、素食还有哪些美味？充满哪些时尚啊、呃？等一下，家昌爷要告诉各位。<laughs>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。 好，时间是七点四十七分四十七秒。嗯，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是林家昌啊，美食大爷。嗯，这个他要介绍的是蔬食跟素食。素食。哦，哎，那你礼拜五你要去参加那个佛光山的海陆水忏法会？嗯，那多少人一起？一起啊！啊，上千人。上千人啊！是啊，都不讲话，一起吃饭。哎，呃，会一起念经哈。 我都记得一起吃，面很多斤啊，而且不可以吃剩。<laughs> 你就拿你要的就好了，因为它也是有点像自助式的。再样下去会被会被打。是 OK 好，所以你今天先要准备一下，是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很好吃的。希望你下个礼拜回来以后你就这个瘦一点，更为难。没有你很帅的智慧之光。林嘉昌体重多少都是一个帅哥。荣翔，我好想你。荣翔很可爱呀，超可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是啦，健康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了是宽心圆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，对。 他一开始不被看好哈。哦、呃，其实一开始我都担心他做得下去，做不下去。呃，我在他开第二间店，就是天母跟呃东区的店之后，第三间是在板桥。那那个时候我常去板桥洽工，嗯，那那个时候就觉得这间店大有可为。哦，是哦。因为我是一个，其实也是一个讲究食物品质的人，而且你也懂企业经营，呃、所以你一看就晓得。但是有人是说他上菜比较慢啦 <Okay>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平衡点，因为他真的是蛮用心。 OK，宽心园<对>还有他一个美式餐厅是他们的 Easy <对> House。Easy House，刚刚讲到王品的蔬果，蔬果哦，它都是大概快大概三百多块，三百<平>多块一个套餐，一个套餐、哦，而且只有一种，是没得选。<套>然后叫你就。 点甜菜，点那个汤，<对>点主菜，对不对？对什么都有啦。对，嗯、跟他这蛮适合那个风格很像。那接下来还有一间是在北投的，叫做 S.U. 舒的舒食美法式餐厅。哦、它本来是在大直，可是后来因为房租到了，嗯、这两位师傅也是三十来岁。我也是很久就见过他们，因为之前在内科就有几个朋友会约去那里吃饭。嗯、那他们现在搬到北投之后，环境更好了，那他们的东西也是更精致。嗯、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试试看。嗯 那倒是这几天天气冷了，跟大家分享几个素食的火锅。Oh, 台北就是有三间。嗯，呃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介绍麻辣锅的时候，有一间麻绳火锅店的老板，嗯，其实他就是小心上瘾，在中华开发南京东路后面的这个素食火锅店，嗯、陈老板的这个工跟料都非常的讲究，所以其实大家不论吃不吃素，都值得去试试看这种素食的麻辣锅店。 是素食麻辣锅，那肉肉用什么取代？呃，就是它会用一些塑料啦，就是豆类的制品。Oh, 不是哦，对啊，没有肉类。おいしいですか？呃、我觉得很美味しい，光是那个汤头很棒、啊，<laughs> <好> <laughs> 豆腐也很棒。然后另外在东区有一间叫山海传，也是我这一阵子正好有机会去品尝。它是一个像火车那种旋转寿司的旋转火锅店，<laughs> 那它是吃到饱的。 旋转火锅是，它转在那里把它拿下啊、哦，东西在上面，锅在你前面。<是>嗯、那它有各式各样的锅底，而且它的冰淇淋是哈根达斯的，哦，给酷。嗯、当然，小雪人更好吃了。嗯 <laughs> 还不错嘛你啊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是若河，它也是吃到饱的店。那它是最近很红的一个这个素食火锅，因为它的料跟那个蔬菜都是用有机的农家合作。嗯，对。那这个我看好几次名字都看错，看成明河。它的名字好像一个琼瑶的那个是是是角电影里的女主角哎，若是若若是你是若河是荷花的荷，那这个是很不错。这三间店在这种天气，大家如果想。 吃暖一点的话，记得去小新上瘾》、《山海传，还有若河这三间都可以参考。嗯，然后到南部的朋友呢，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一间，哎，原来这间店我也吃过，而且非常好吃。它目前在南部有五间店呢，它叫做善顶峰。嗯，善当然就是慈善的善，顶就是顶泰峰的顶，那峰就是顶泰峰的峰。它跟顶泰峰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但是它很酷的是，它卖的是素的咸酥鸡跟卤味。 所以它是小摊子，素的咸酥鸡跟卤味，<好>那它有很多的菇类啊，嗯、还有很多的豆类制品。听说非常呃，我吃过一次，但是印象没有很深刻。可是我再去找资料的时候，现在广受好评。蔡鼎峰在南部高雄、台南这一带、呃，总共有六间店。OK，对，还是小摊啊。呃，就是摊贩类的，它不是那种餐厅。OK，<好>那只是嘴馋的时候，可能这样子的健康跟营养价值都不会输给荤的咸酥鸡。好，跟卤味。那最后三这两间店是我、嗯、呃，其 这应该算四间店了，是我个人的压轴。首先要讲的是素食界的劳斯莱斯有两间，嗯、第一间就是刚刚 c o, o 姐提到的，<laughs> 在这个呃北平东路大鹏湾吃黑尾鱼的隔壁，叫御膳阁。怎么讲？就是民进党大本营啦是啦，就在那个旁边、呃、那他一个人的套餐是千元起跳了，<laughs> 还蛮惊人的价位，但是它的品质非常的好，环境很也很优雅。那呃我在那里吃过喜宴，那也是很惊人的价位。那边。 喜宴呢？嗯、结婚在那儿呀、啊？是啊，两百个人的喜宴，他就把包场下来了，对，哇。 它真的很好吃啊！是真的很好吃，它的猴头菇是大的像朵花椰菜呢，嗯，对，非常好吃。御膳阁，那大家有预算或中乐透的时候可以去吃吃看。那另外在阳明山有一间叫阳明春天，那它其实就像是我们之前吃的这个食养三坊一样，环境优雅，那整个都是素食。那在这个等于是在那个竹子尾，在竹呃在竹子尾平等里那附近，哦，那它也是非常好的环境。它也是像怀石料理对对非常好的很漂亮的，对。 舒服的环境，嗯，吃完餐就像是沐浴洁身了一样。这个恐怕是跟情人一起去，<laughs> 但我是家庭聚会请阿妈去的。<laughs> 好，然后最后两间很棒的是，<laughs> 第一个是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，在南京东路跟松江捷运站的养心茶楼，嗯、哦，它就是在满睡的楼上嘛。它好好吃啊！它真的很好吃，吃啊、它是素食的饮茶，而且每个点心都是自己亲手的。没有去过人是不相信的，一定要去吃。我跟人家讲，他都吃自己逼的。之以鼻。 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的，相信我的他叫养心茶楼，不去算的，因为很挤。他其实也是呃，今天这个头版的这个兄弟队的第四第三代，哦、对，他们自己推出的。他们楼下那个面包店也是，也是，通通都是、嗯。我觉得他真的经营的很好。重点是好吃，我就是我今天的强调就是素食也可以很，素食也是可以很美味。香港点心吃素的那个萝卜丝饼，啊、还有那个叉烧酥。<对> 简直好吃到你难以想象、嗯，对。后来我们那一天吃饭的时候，就真的去跟主厨致敬，<laughs> <laughs> 他实在太优了 <laughs> 那个年轻人。掌声鼓励鼓励，嗯好，啊、嗯这真的很值得推荐。茶楼然后最后一间是呃，最近这个也是我们的国宝级杨丽花小姐的独生子、哦、洪世奇先生。 在洪文东的走、哦，对，就洪文栋跟杨丽花的 <laughs> 这个问题有点问题，<laughs> <文東>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丽 <laughs> 花姐，请。那他们在呃大直开了一间叫做波鸠花园。 哎，他们的那个，嗯，青叶不是最近还又重新有人入股啊？这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青叶、啊、现在还是还是杨丽花杨丽花有股东啦，他其实一直不是大股啊。OK，好、哦。对啊，他、嗯、一直是很大，呃，就是一个股东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波鸠花园是日本师傅来的，因为日本这几年很流行野菜。这一间店不是百分之百素食。嗯。 但是他强调，他是用各式各样的野菜来做蛋糕跟甜点，所以你会吃到什么红萝卜、节瓜、地瓜叶、油菜、牛蒡、毛豆、玉米、各种彩椒做成蛋糕。我最近有电视有介绍过的那家，没错，而且环境很漂亮。哦，在哪？你说在大直？嗯，内科内科园区，对，它叫波啾花园。这名字蛮难记，波是菠菜的波，就是啾咪的啾。哎，没错，公安姐果然是赏识我的人。 好恶心啊！对啊，救命救命！对，就是那个一只口在一个揪，对，波鸠花园是。我觉得这个是追小女孩的时候带我带你去波鸠花园，可是去的好像都年纪比较大的。真的吗？因为好像对啊，反正那个环境很漂亮了，大家一定要去试试。贵不贵？其实还好啊，就是一般的价格啊。哦，洪文栋大哥的儿子洪世奇先生，OK，恭喜恭喜波鸠花园。什么 DJ dance，我们要告。